金曲三三得奖名单热腾腾出炉啦！茄子蛋与爱情力比哇寻味哥卡威呆率先夺下第一奖年度最佳歌曲，被封为最强黑马的柯拉奇不负众望夺下本届最佳新人奖。去年才夺得最佳作词人的 Hush 再度连庄，今年又收获同样奖项。而在最佳台语男女歌手方面，得奖的是王俊杰和江蕙仪。另外，陈升的新宝岛康乐队打败动力火车，相隔10年再度获得最佳演唱组合奖。熊仔则是本届最佳作词人奖得主，血肉果汁机戴着象征团魂的猪头面具，最终拿下最佳乐团奖的殊荣。徐佳莹和陈君豪凭借以上皆非获得最佳单曲制作人奖，好开心，很惊讶，很惊讶，因为我觉得入围的所有其他歌曲的制作人也都非常厉害，都非常优秀。我觉得因为是他，所以我很放心，很放心，也是，就是玩得很开心。因为他有两个嘛，我一个，然后我们常常在录音室最常聊的话题就是他会很认真的奉劝我不要再生了。最后，每年大家最期待的大奖部分，最佳男歌手奖由中国歌手崔健获得，成为新科歌王。而本届入围8项的蔡健雅收获了4座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超越阿妹，成为金曲奖纪录歌后保持人。就是还在消化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就是你记得你拿了哪几个奖？后面好像一阵乱。一开始的第一个记得，第一个我记得。他也拿下了最佳演奏录音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年度专辑奖，成为本次的最大赢家。他做得很好。